城万尊爵度假酒店除了是一间商务旅馆，同时也是一间适合亲子家庭同游的亲子度假酒店。在可乐旅游进驻经营之后，除了一般的商务房型，也推出了专为儿童打造的亲子主题房，以及具有独立合适私密空间的时尚家庭房。另外针对特色节日也推出了专案房型，像这一次的七夕情人节期间，酒店就推出了限量超值的情人节住宿专案，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与情人一起享受浪漫时光。城万尊爵度假酒店在我们针对这次的七夕情人节有推出了一个七夕专案，55折的优惠，原价是14500的房价，目前的话是优惠是7799，好，让我们可以长长久久。那在我们这个优惠专案里面的话，除了我们有推出限量的套房之外，这个尊爵套房拥有一个90度的环境落地窗，是视觉上非常的通透。那我们在整个房间的布置，还有一些玫瑰花瓣啊，还有玫瑰浴啊，玫瑰海盐的一些沐浴组之外，我们还有针对马卡龙还有红酒的部分，都会提供给我们入住的贵宾。好，希望各位在我们普里，在我们城万尊爵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七夕体验。除了精致又贴心的住宿服务，城万尊爵也是普里唯一拥有星光泳池的酒店。另外更打造了100平大小的儿童游戏空间，以及能够纵观全埔里美景的360度景观咖啡厅，让入住的游客放松心情，体验埔里的幽静与美好。埔里城万酒店呢，在埔里市区来讲，它算是一个非常高档的饭店。它不仅有配备了很多个各式不同的房间之外呢，它甚至还有游泳池，也是埔里唯一有游泳池的饭店。那另外呢，像大家所在的这个地方16楼的景观餐厅，也是埔里最高最高的一个餐厅。那其中我们来住宿的游客里面呢，不仅可以玩到游泳池的设备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亲子最喜欢的游泳100平的这个儿童游乐园啊，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非常多家长最喜欢的一个地方，让大家真的流连忘返。除了度假酒店可以让大家享受慢活时光之外，可乐旅游也积极开拓国旅市场，以酒店为中心探访大埔里地区的观光产业，将观光轴线连接，透过旅宿的结合，打造埔里在地深度旅游平台，以邻里共好的理念，协助在地观光产业再提升。我们希望透过整体的配套，还包括附近周遭知名的景点，例如说网红最喜欢的18°C的这个生吐司等等，都在我们这个饭店的附近。那整体住宿这个地方可以串联很多个不同的景点，不管你是来住一天也好，甚至来住3天也好，都是非常恰当的地方。埔里具有丰厚的文化及观光底蕴，在地产业茭白笋的体验游程，可以了解与笋共生以及茭白笋的 DIY 料理，也有每年都获得世界巧克力大赛 ICA 前3名奖项的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以及深耕在地的18°C巧克力工坊，在这边可以品尝到最超值最有特色的巧克力，也能够购买特色伴手礼分送给亲友。另外亦有最近刚开幕就颇受好评的赖爷爷蜜蜂小森林，亲身感受蜂蜜的浓醇香，也能够了解蜜蜂与生态共存的奥秘。傍晚时刻更能够到拥有虎头山美景的梦意私厨，品尝主厨精心准备的五菜单料理，赏景品美食，享受悠闲时光。埔里处处是美景，值得大家探访。无论是一泊一宿，或者是3天2夜的深度体验游程，相信在城万尊爵度假酒店以及可乐旅游的规划下，游程将更加的多元丰富，也让大家能够深度探索埔里在地丰富的人文及美好。记者张东仁，埔里镇采访报道。